天呢，是我来这个比利时的，算是第三天，第二天，记错了，第二天。然后呢，我现在买了一张7.5块的这个欧元的火车票，然后这个地铁的一天票24小时的，然后我在这边转一转，转一转呢，就来到了这个我身后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教堂，看起来呢很像是这个伊斯兰的风格啊，不太像是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风格。然后我现在趁着这个没人的机会呢，录了一段视频，做一段讲解。然后今天下午呢，我将去这个布什，布什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中世纪小镇，在这待2天，然后我再回到这个布塞尔来，然后就回到布达佩斯了。我还有一个这个面试，就是一个总的面试，是一个考试，是在16号，估计我在机场进行完成了。这面的对面是非常漂亮的，对面的话是一个小小的广场，很有点像巴黎的这种风格。今天是阴天啊，好像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。